环保嘛，然后我觉得环保是一种意识，也是一种生活态度。现在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环保是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的环保是有很光明的前途，也祝环保的路更加光明。绿色禅宗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薪火燎原这四个字。我想通过全国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大学生们，还有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，还有社区的环保领袖的共同努力，我们一定能够帮助点燃改变世界，改变中国的星星之火。一下就接受那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只有通过自己言传身教，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染他们，希望能够他们有所改变，然后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，也是我们想做的。下北京绿色长征，黄